我们都是用石头菜单，那基本上价格其实都是已经在上面了。章鱼脚油我们也是整只上去烤，我们就会烤到外面干干的这样子，那切完它水分都是锁在里面的。我们要烤的部分是都是的，我们会用是木炭的，是这个，因为我们烤的是木炭的。简单说是大概280到300度。那因为它窑烤过嘛，所以它有那种就是有那窑烤的那个味道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